道大家知不知道，东京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东京到处都是，因为日本到处都是贩卖机，尤其是在停车场，就是那种停车场旁边都会有一台贩卖机这样，然后像他们就很多地方就这样两台、四台这样子，一次很多台。这边贩卖机都是卖饮料啊。那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看一些比较特别的贩卖机，那我们去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秋叶原，离秋叶原车站有一个有一段距离，在这个电器街后面有一个鬼大楼的楼下，然后这边有超多贩卖机，整区的贩卖机。这边有卖这个，你看它的大纲，然后呢，你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书，书，书或者是奇怪的影片，或者是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，所以就是哦，所以就是它的外面包装会贴大纲，然后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可是我也对它的大纲有兴趣，觉得可以买来看看。太棒了。那我们就来，有可能是 A 片之类的。太棒了，那我们就买垃圾吧。太棒了。这里，等一下，等，买之前要不要先跟我解释一下大纲啊？我刚刚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结果那个被东京卖掉了，他的那个可以长一点，那边东京一点都不有趣，有没有新三色的？这不新三色啊，这很智障哎。超智障哎。好，那我们就买24号吧。讲那么多了，就买24号。来，1000日币。送他进去，好，来，他要进去了，购入。那直接这样讲迪库纳比的坏话，有点可怕。找钱了，里面好凉哦。它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家是吃的、啊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还有炸漆的嫌疑啊？里面打开会是很恐怖的东西。不是，说好的新三色呢？怎么会是这个东西？看起来是一个很难吃。各位看到了哈，这种这个贩卖机不要来买，浪费钱，浪费钱。看那个内容看那么久，这是浪费钱。这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它上面的新三色内容都骗你的啊！我的心被骗了。然后接下来要来看第二个，这里有爆米花贩卖机啦，这个是爆米花贩卖机，也很特别。但我现在不想吃爆米花。啊，这个比较屌的甲虫贩卖机，到底是哪个白痴发明的？还有意大利面，罐装意大利面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试试看吧，来吧，罐装意大利面，对，甲虫意大利面，不是甲虫意大利面，这什么啊？这里竟然有整个奇怪的那个鹌鹑蛋，鹌鹑蛋，不是吗？鹌鹑蛋，我会不会吃的出事啊？这边还有卖吹泡泡的。甲虫，他卖车子，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些人都怪怪的。哦，它坏掉了吗？它好像坏掉了，因为它还没有亮啊。它坏掉了，很屌，它坏掉了，太棒了，我不用吃那个垃圾啊。哦，所以你说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烤鸡，烤鸡肉串，这是烤鸡肉没有串，烤鸡肉，这是关东煮，关东煮，感觉超恶的哎，我天啊！但里面有其他东西，你可以再考虑。好。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其他奇怪的东西？铅，欧米库基多塔吗？那个铅和那个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奇怪的球，999号那个。那个它是卖铅，然后抽签的铅，然后压弹力球。嗯，然后那个，嘿，什么鹿咖喱 ？A 洲是那什么、啊？好像北海道的某一种鹿的咖喱。嗯，1900好贵哦，垃圾，好贵哦。应该是那个吧。那个海螺没有那个鲍鱼瓜牛那种吧？天哪、啊，这到底谁会来买啊？这些里面东西会不会其实都过期了、啊？我们刚刚内盒没有过期。天哪、啊，它上面写说收据跟大便都不会出来了。收据跟大便都不会出来。有修修猫问口吗？给妈在。收据跟大便都不会出来。好奇怪的东西，让出去吧，我不要买。然后它这有个，我不要浪费钱。干面包，然后老板，我不浪费你的钱，这些东西都太奇怪了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就好了。这有个那个神经病。muffin 哎，不要神经病。而且这边晚上感觉就是会有犯罪者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的鬼地方。我们现在觉得这边很阴森哦。他这里还有卖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他有卖铃铛，到底谁会想一直买这么多铃铛呢？然后还有卖书插钉，还有卖火车。神经病，然后还有卖充电电池，超屌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？那一盒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一盒什么东西？那个紧急粮食 set， 感觉超恶的紧急粮食 set。有那个熊咖喱耶，熊肉咖喱。
啊，这谁敢？这到底谁敢买啊？这里，而且这边都没有人在买贩卖，这就是这里的贩卖机都没有人在买。这个，我还好，我第一个买的是这个啊，直接发现这里的东西不能买啊。这小，这发明这些人脑袋都有问题，这不能买。这支影片就算是一个小番外篇吧，很鏘，超级无敌鏘。那好了，这算是一个特别的一集，虽然很智障，真的超智障的，那就对智障的感觉。对的，对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想过会拍这种东西，对，但是。我也不想试吃啊，那里面东西不知道放多久了，都没有人敢买。罐装的鸡肉串，你们敢吃吗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，我是不敢吃啦。对，那熊肉咖喱、鹿咖喱，我哦，这是北海道的。敢吃的话，留言跟我们讲，你真的敢吃？如果啊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现在买两罐，可是不行，台湾现在不能带肉进去啊。啊，算了，不然我想说可以买一罐，然后真的敢吃的留言，然后我请你吃，我寄过去给你吃。但算了，应该是没有人傻傻的，真的还是这种东西啊。对，我可以多买几盒新三色。那这个新三色饼干就，我就吃掉吧。对，好，那贩卖机超废的就到这边了。大家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觉得这些贩卖机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鏘了。好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个。大家拜拜。